嗱，依家機場度咧，你見到你有廣告啊，咁就係我哋城市大學 EMBA 嘅廣告嚟噶。嗱，我點解入嚟讀啊？2005年嘅時候，機緣巧合碰見阿 John 啦，咁佢話俾我知好多嘢讀嘅，就係咁簡單。讀完之後變咗咩？嗱，以前係主播啊嘛，係 anchor 啊嘛，跟住變咗 trainer 咯，跟住變咗 consultant 啦，而家跟住再讀埋個 doctor， 咁啊遲啲做顧問噶啦。咁啊，如果你叫我咧，即係將呢度嘅經歷咧歸納成幾句説話咧，好簡單嘅啫。而家我每個鐘頭收得最多錢嘅咧，去俾啲 motivation talk； 每日賺得最多錢嘅咧，去做廣告咯。咁每年賺得最多嘅係咩啊？嚟讀 EMBA 啦。你都嚟咯，一齊做師兄弟啊！